中华民国企会计协会伫咧选额是伫本期五的会场站咧，发表新口味的会计肉便当，都是在现场来举办的举办。最新想要试这个新口味的游客，拢纷纷前往抢购。而这个新口味的便当哦，结合着高山茶、高山蔬菜，都是保留着传统的卤卵和卤豆腐，是让游客感觉健康又搁有高滋味。本期五车站传出古早卖便当的声音，听起来是真怀念。而这个便当是相当的特别，是使用高山茶来入味的火鸡肉便当。一听到有新口味的便当预备，马上和现场满满的人潮来抢购。茶呢有分成啊，我们的不发酵的，还有发酵茶，还有这个后发酵茶。那老师今天选的是用啊，我们的不发酵茶，哎，喝起来这个茶会比较生茶，所以它是比较寒的茶，那么它来入味在火鸡这边呢，会吃起来会比较有香气。好吃，对，好吃，嗯，加个大，鸡肉粉较油，这个比较健康。地芳火鸡肉本鸡鹅家己的三大特色，成为着活动主题。这是中华民国市火鸡协会为推广民众食国产的火鸡肉，上午在本鸡鹅车站所举行的义卖，而所提拢买来作为在地中和国小的教育使用，新口味的便当，也让本鸡鹅的业者感觉有发展的商机。第一三第一高啦，哦，低是低脂肪、低热量、低胆固醇，啊，高的蛋白质它非常高。胆固醇呢，伊伫这所谓肉类内底哦，是上低，不管红肉、白肉是上低，所以对咱食健康哦是足好的食材啦。食咱台湾火鸡肉，咱国产火鸡肉是上好的选择啦。来咱本鸡便当吼，迄个非常有名，但是尤其来个遮食食了，拢是菜色侪千篇一律。咱利用这个火鸡肉便当、叉香火鸡肉便当的促进吼，看咱的以后咱本鸡业者。有一个新的选择，尤其咱的国宴老师来给咱指导，好，伊啊讲咱的菜色方面，还个来多一个延伸，精益求精，好，咱的本鸡哦，会当更加的蓬勃发展。知名的本鸡哦便当，一拄到火鸡肉，新元素的结合，让游客感觉真新鲜。根据了解，嘉义市火鸡肉是占全国16%，火鸡鸟仔是占全国的80%。这次所举办的地芳火鸡肉饭的创意料理，不但成功推广国产的火鸡肉，也佮兼做公益，实在是一兼二顾。预计也将创作本鸡哦的新商机。世新新闻，大家快点点向彩虹报道。